再请教一下邱毅委员，公益费侯办告这个到底怎么样啊？侯办搞出重点，基本上我质疑的就是中广的问题。中广的问题难道不是一个可受公平的事吗？没有很多人质疑过吗？现在如果说国民党侯友宜要成立特侦组，要去打民进党的弊案，那自己的防线要不要搞好呢？你要不要注意到自己本身可能被攻击的问题呢？这不是因为我讲了民进党就不会攻击了，这是基本上民进党长期就在质疑中广的问题嘛，有没有空手套白狼，这本来就避不了的争议嘛。而且马英九被起诉的起诉书700多页里面也很多这个内容嘛，所以你避不了的，你不能假装跑去告一告，这个告得成吗？这个反而会被告诬告，你知道吗？我讲的内容跟检察官当时起诉三中案的起诉书是相合的，你连这个都跑去乱告一通，这不叫诬告是什么？